我们现在介绍这道菜，咸蛋炒青姜。首先包装打开来，里面有青姜菜、蒜碎、咸蛋。自备调味料有沙拉油两大匙、味精一小匙、水100cc。首先我们锅中先加两大匙沙拉油，爆香蒜碎，等蒜头炒香之后，放入青姜菜，略微拌炒之后，加入水100cc。等青姜菜炒软之后，放入味精一小匙提味，再放入咸蛋，拌炒起锅，我们咸蛋炒青姜完成。